极限在哪里，然后我就来了。我是今年第一次来，真的感觉自己像运动员一样，那种体育精神的那种状态，就感觉一下子进去了。是第二次来参加全运会，更不一样一些，认识人更多了。这一届比上一届更有体育精神吧，对于每一个来参赛的选手来说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超新星代表上场。欢迎宋茜姐姐。宋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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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小康老师好。宋茜姐姐好。我是宋茜，这次是特别开心能够作为超新星代表来参加这一次的超新星全运会。第二届超新星全运会资格赛重磅来袭，本届超新星全运会每个项目将不再有名额限制，每位运动员都可以报名自己心仪的运动项目，最多可报名两项。男生女生报名人数最多的两个项目将自动形成个人赛道与团队赛道，需特别注意，报名成功不代表可以直接获得该项目直播比赛名额。体育竞技，胜者为王。